我会去外面等你，放心吧。恭喜你，目前怀孕六周。六周。对不起，宝宝。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妈妈。孩子是马克的，对不对？孩子是我的。我们聊一聊。有什么好聊的？现在是跟你有关系。那我叫马克来跟你聊。不行，你疯了你！我待会你要干嘛？把我吓了！哎，不好意思啊。